杨毅，对你信神传教违法犯罪的事儿，有没有认识啊？我信神传福音是正当的，我没有违法犯罪。救世主已经来了，显现做工了，就是全能神。什么救世主来了？世界上哪有救世主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。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无神论政党，反对一切的有神论。这每天读不到神的话，日子真难熬。神在道红龙之地开展他的工作是相当难的，而神又借此难来做了他的一部工作，来显明神的智慧，显明神的奇妙作为。借此机会，神将这班人做成。四年了，头一回听到神的话。这几天我的病情越来越重，总担心我会死在监狱。哎，老徐，这里有神的话。在这部工作当中，需我们极大的信心，需我们极大的爱心，稍不小心就会失脚。因为这部工作不同以往的任何一部工作，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，既看不见又摸不着，神做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，话语成为爱心，话语成为生命。列队集合，搜身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搜。纸条谁给你的？他妈的，就你不说，我说整死你！啊，就是他，他经常跟别的监区姓权的省人接触。哎呀，鬼爷出事了！给我仔细的搜，敢在这里传纸条，带走！走！走！传！啊！啊！啊！我这还有神的话。你敢不敢用？敢。这个人类只要听到造物主的呼唤，听到造物主的声音，就能站立起来，为找到声音的源头而奔走。这个人类只要看到造物主的身影，便能不顾一切，撇下一切的为他花费，甚至为他舍命。